让我瞅瞅谁是内鬼。我去，插头手里拿是什么？不好，插头就是内鬼，刚刚监控闪红灯，他肯定是发现我了。快跑！Amas 武器大师模式终于来了，之前跟辉哥他们一起玩被虐惨了，现在浪哥我终于琢磨出套路来了。简单介绍下，在该模式中内鬼可以携带武器，一共有两种武器可以选择，忍者镖和散弹枪，一旦开局便不能更换。忍者镖可以近身杀敌，也可以远程攻击，但容易被人提前发现射不中。而散弹枪辐射面积大，要遇到多名船员可以啊一锅端，但散弹枪攻击距离短，也容易射不中。两种武器啊各有优缺点吧。而武器大师模式下，船员是不能报警的，也就是说啊，内鬼可以使用武器对付船员，而船员只能躲避，尽快完成任务赢得胜利。这要是谁当了内鬼啊，就可以肆意妄为了呀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咱们赶紧开始体验一下吧。内鬼，内鬼 ，nice， 好运如我，第一把就当上了内鬼，嘿嘿。虽然开局啊，我就可以自曝身份追捕船员，不过那可不是我浪大聪明的风格。咱们这局选的武器是忍者镖。你们看左下角，只有当我亮出武器的时候，冷却 CD 时间才会减少，我才能够每五秒使用一次武器，用来对付船员。如果不拿出来冷却啊，是不能够使用的。现在这个地方套住武器，等待冷却时间。来波守株待兔，先假装做下任务，等待猎物上钩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了，是白色船员，嘿嘿，那你就是第一个倒霉蛋喽。忍者镖出击，哈哈，这家伙估计一脸懵，正做着任务，人就没了。走了，跑路了。接着把电器室的灯一关，咱们躲在这儿。拿出忍者镖开始冷却，哎，把武器藏在引擎后面，关着灯，船员视野会非常小，再放到引擎后面，船员更是看不到。我管这招叫混水摸鱼，这个是咱们实战得来的经验呢。接下来就等待有缘人了，飞镖走。不好，臭丫头过来了，趁视野还没有完全恢复，风景扯呼。嘿嘿，这内鬼当的也太爽了，武器在手，天下我有啊。走，继续找船员去。哎，黄色，他好像是要做任务，倒垃圾嘛，嘿嘿，看我，我去，这家伙走位躲掉了我飞镖，站住，看你这下往哪儿跑。OK， 只需要再解决一个船员，咱们这把游戏就赢了。此时船员的任务还不到一半呢，走，去找秀丫头，让她也尝尝以牙还牙的滋味。Later。嘿，臭丫头，你过来呀，我这有宝贝。只要小丫头一进来，我直接一镖带走。哎，人呢？不好，她发现我有武器了，要跑。再见吧，赢喽！吼吼，这就是当内鬼的感觉，怪不得大家都想当内鬼，这也太轻松了，根本没什么难度。不过忍者体验了，咱们还有西部牛仔的专属武器呢，散弹枪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咱们又是内鬼。这局我的武器换成了散弹枪，不过在这之前呢，我还是先得找个地方等待武器冷却时间，就是这了，先在电器房守一会儿，看有没有人来做任务，这里还有个管道呢。哎，秀丫头在做医疗室的任务，嘿嘿，发现一个落单的。哎，要是我从反应堆开枪会怎么样呢？试试啊，他应该就在我正上方，不过这墙体的厚度好像有点难啊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穿墙。走，去看看。不去，差点让车丫头发现身份。青色居然毫发无伤，溜了，免得引起怀疑啊，等会儿再找机会下手。这黑色的跑来跑去没完了。哎，好像走远了，那青色对不住了。嘿，举起手来打劫。哎，你看我一眼呀，我是内鬼，我有武器。我去，这么不把内鬼放在眼里吗？现在反应过来，嘿嘿，我可不能给你跑路的机会。人呢？去哪儿了？走你！找了一圈了，其他人呢？
哎，刷头正在加油呢，一会儿肯定来引擎这边，那咱们就又有机会了。哦，等他上钩。哎，怎么还没过来？迷路了？哎，来了，站住，臭丫头！嘿嘿，你慌不慌啊？还想走？把机房门关上。看你这下往哪儿跑？嘿，别乱动，我都瞄不准了。站住，站住！哎呦我的妈！再见。溜了溜了，跑路喽！嘿嘿嘿，我说，这位做任务同学，赶紧关闭任务栏，看看你头边上顶了个啥？嘿，看不见吗？我是一个磨得感情的内鬼。七人房解决了四个了，那还剩最后两名船员了，找到你了，小伙子，拜拜喽！哈哈，真舒服啊！这武器大师模式开放之后啊，根本就是一边倒的结果。内鬼有了武器，严重破坏了游戏的平衡。但是如果船员能拍灯，或者也能配备武器的话，双方很可能打个持久战的。哦，小伙伴们回头可以体验一下。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大家还想看浪哥玩什么模式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呀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